荔枝寒天冻的所有食材。将愈合包荔枝先剥壳，哇哦，鲜嫩多汁。稍微切块，保留口感。将超级小的籽去除，加入水100cc， 寒天粉5克，搅拌均匀，中小火煮滚，煮滚后加入砂糖25克，煮至糖完全融化。加入牛奶及椰浆各200cc， 煮至快沸腾时熄火，先铺上剥好的荔枝，注入煮好的寒天液，可选择自己喜欢的容器。稍微冷却，冷藏2小时即可享用。想要拥有美味的料理时光，快来订阅我的频道哟！